这两年最大的事情是什么？武汉肺炎、新冠肺炎、COVID-19 都可以，怎么叫它都可以。我在急诊室从 SARS 就是第一线医师了，我觉得真的很疯狂，尤其这阵子台湾真的把它搞得非常非常的疯狂。哇，你知道这两年刚开始疫情的时候，每天开会，除夕也在开，大年初一也在开，现在还是，哇，真的是。但是我觉得这场疫苗，这场病毒，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天下太平，你要再发生战争真的也很难。但是这场病毒战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我把它写成这首歌《世界一战》。好，大家闷很久了，这边教大家唱的歌很简单，和音很简单的唱法，看一下速度。火山开来，一起升天。